您是什么行业？物业，高档物业。你想找什么人呢？水电工、木工、电脑修理工、空调维修工、竣工还是施工？这些工种，我都要。那你要招多少人？我只要一个人。每个岗位各一个？不不不不不，所有工种加起来，我只要一个人。你能帮我招到吗？想当年，我一个人赤手空拳打天下。你这是逼我拿压箱宝啊！现如今的年轻人，一个人足够搞定，嘿嘿，确实是一个人足够了。嗯，真棒。